欢迎来到我们的性情简报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刘英子。首先，凯特·米德尔顿在伦敦举行的2024年大巡游中穿着白色高跟鞋惊艳亮相，这是她自三月份披露癌症诊,诊断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她与丈夫威廉王子和孩子们一起参加了这次活动，展示了皇室家庭的风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七十一岁的哈利和五十七岁的梅雷迪斯的晚年爱情故事。 哈利在失去伴侣后，意外的再次坠入爱河。他们的性生活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梅雷迪斯则表示，与哈利的亲密关系让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身体和快乐。最后，我们要向前阿森纳和埃弗顿前锋凯文·坎贝尔致敬。他在短暂的病痛后于五十四岁去世。坎贝尔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是阿森纳的重要人物，帮助球队赢得了多项荣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Yahoo US 报道，凯特·米德尔顿在二零二四年皇家阅兵游行中亮相伦敦，身穿一双引人注目的白色 Jimmy Choo 高跟鞋。这是自今年三月她被诊断出癌症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凯特与丈夫威廉王子及他们的孩子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一同乘坐马车出席活动。她身穿白色 Jenny Packham 连衣裙。 搭配黑白条纹领结和 Philip Tracy 帽子，手拿 Mulberry 黑色麂皮手包，佩戴爱尔兰卫队团徽和 Cassandra Gold 耳环。凯特在一段视频中宣布，她正在接受腹部手术治疗，威廉王子一直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安慰。皇家阅兵是庆祝英国君主官方生日的仪式，始于一七四八年，展示了一千四百名士兵、二百匹马和四百名音乐家的精湛表演。Guardian 报道。 七十一岁的哈里分享了他与五十七岁的梅雷迪斯的爱情故事。哈里在六年前失去了他的伴侣，一度失去了希望，但遇到梅雷迪斯后，两人迅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性生活充满乐趣。哈里形容自己在床上喜欢猜测梅雷迪斯的喜好，享受给予他快乐的过程。梅雷迪斯在二零二零年与丈夫分居后，第一次尝试约会网站，遇到了哈里。 他回忆起前夫对姓氏的保守态度，而哈里的开放和自信让他重新发现了身体的愉悦。两人每周末见面，早晨的性爱成了他们的习惯，并经常讨论如何改善和保持新鲜感，享受彼此的陪伴。Telegraph 报道，前阿森纳和埃弗顿前锋凯文·坎贝尔在五十四岁时去世。坎贝尔在医院病重，阿森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我们为失去前锋凯文。” 坎贝尔感到悲痛，他深受俱乐部所有人的喜爱。坎贝尔帮助阿森纳在一九九一年夺得英格兰冠军，并在一九九三年赢得国内杯赛双冠王及次年欧洲优胜者杯。前队友伊恩·赖特和队长托尼·亚当斯纷纷表达了哀悼之情。坎贝尔曾在一九九五年加盟诺丁汉森林队，随后效力于土耳其特拉布宗体育队，一九九九年回到英格兰加盟埃弗顿。 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帮助球队保级，埃弗顿称他为真正的古迪逊公园英雄，并表示深切哀悼。坎贝尔还曾效力于西布罗姆维奇，帮助球队避免降级。英超联赛也对他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Telegraph 高尔夫球手罗里·麦克罗伊曾打算与结婚七年的妻子离婚。 但一个月后，离婚计划取消，众人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他算清了财务成本，也有人，包括我在内，认为他和妻子艾丽卡·斯托尔认识到他们的婚姻只是在婚姻的曲折道路上打了个滑。离婚的理由在十年后可能会被遗忘，那时可能会有另一个危机，但他们会再次度过。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找菲奥娜·沙克尔顿律师。 而是讨论那些差点离婚但最终庆幸没有离婚的原因，比如每晚一方挑起争吵，这可能会迅速升级，需要惊人的耐心和善意来应对；或者妻子沉浸在育儿中，忽视了丈夫的感受，导致夫妻关系紧张；还有夫妻各自社交，导致感情疏远，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共同活动和旅行来解决，甚至是婚外情，虽然是个大问题，但通过提醒对方他们会失去什么。 也可以克服。最后，打鼾问题导致分房睡，这会影响夫妻关系。解决睡眠问题是关键。The Independent：布里奇顿剧迷为第三季第二部分中的六分钟性爱场景疯狂，这是该剧历史上最长的性爱场景，由尼可拉·考夫兰饰演的佩内洛普和卢克·牛顿饰演的科林在一张长椅上进行，拍摄时甚至弄坏了道具。 考夫兰在剧集发布前就曾预告过这一场景。一位观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尼可拉没有说谎，这真的是布里奇顿宇宙中最好的性爱场景。另一位粉丝写道，尼可拉在拍摄性爱场景时弄坏长椅，这真是太有范儿了。甚至美国节目《The View》的主持人也对此痴迷不已。Sunny h o s t o n 称这一时刻美丽，并称赞科林在场景中询问佩内洛普的同意。尽管如此， 也有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与父母一起观看这一场景的尴尬经历。一位观众写道：“科林和佩内洛普的性爱场景太尴尬了，完全不必要的场。Yahoo US 前急救医务人员托德·伯尼姆因持有儿童性虐待图片被判有罪，检察官希望通过新的证词说服法官，他不仅仅是一个图片收集者，而是一个掠夺者。 伯尼姆被控十五项持有儿童性虐待图片罪名，并将在下个月继续接受判刑听证会。他还面临十二项严重性侵和两项性侵指控，涉及三名未满十三岁的未成年人。检察官帕特里夏·康威带来了两名证人，一名是肯辛顿警察中士，他作证说伯尼姆有性虐待未成年人的行为模式；另一名是十九岁的女性，他说伯尼姆在他十二岁时强迫他发送裸照。 证词显示，伯尼姆在青少年时期就被指控性虐待一名八岁女孩以及其他受害者。警方在他的电脑和其他设备上发现了八百张儿童性虐待图片。康威希望通过这些证词争取到一个实质性的周监狱刑期。伯尼姆的律师在下个月的听证会上计划提出的辩护尚未透露。卫报报道了梅根。 特瑞娜的生活和职业成就。梅根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三十岁时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流行歌手，拥有多个钻石认证的单曲和专辑，并且赢得了二零一六年的最佳新人格莱美奖。他的新专辑名为《Timeless》，并将在六月十六日的温布利首都 FM 夏季音乐会上表演。梅根有两个儿子，与演员达里尔·萨巴拉结婚并居住在洛杉矶。他最快乐的时刻是与孩子们在一起。 但他也对自己的自我批评感到不满。他回忆起最尴尬的时刻是在十一岁时滑水滑梯时，泳裤滑落，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白屁股。梅根在二零一九年带着整个家庭一起去波拉波拉度蜜月，这成为他买过的最昂贵的东西之一。他的梦想是拥有两个女儿，并希望自己被记住为一个写积极歌曲并帮助他人的有趣女孩。 多伦多星报六月十五日的星座运势显示，今天的宇宙天气平静，适合通过团队合作来应对任何问题或挑战。友谊和团结是今天的重点，鼓励大家与他人联系，无论是为了工作还是娱乐。白羊座适合与朋友、兄弟姐妹或伴侣一起做有趣的事情，如参加工作坊、探索城市或去游戏厅。金牛座需要内外兼修，双子座可以独自约会。 巨蟹座则适合在家放松，狮子座可以参加派对或与朋友聚会，而处女座则可能专注于工作或金钱事务。天秤座可以通过旅行或学习活动恢复平衡，天蝎座则需要一些独处时间。射手座可以为社区或人类做一些善事，摩羯座则在领导项目时可以自信的前进。水瓶座的浪漫生活可能会有亮点，双鱼座则需要对自己温柔一些。 今天的生日者是幽默、迷人且聪明的人，总是展望未来，拥抱创新和变化。南华早报探讨了菲律宾推动离婚法的困难。女性权利活动家伊丽莎白·安西奥科和她领导的菲律宾民主社会主义妇女组织邀请国会议员维克多·奥尔特加讨论离婚问题，但他很快就被天主教会威胁要将其逐出教会。安西奥科的丈夫在国外工作。 十年来没有任何联系或支持他的三个孩子，他只能选择婚姻无效，但这非常困难。尽管菲律宾众议院上个月再次通过了离婚法案，但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仍然困难重重。菲律宾的天主教会对离婚法案的通过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婚姻是神圣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婚姻中遭受虐待，离婚法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尽管参议院的投票结果尚不确定，但一些参议员可能会在最后一刻改变立场。菲律宾最高法院在2021年进一步放宽了婚姻无效的规则，这也为离婚法案的通过提供了一些支持。卫报：丽贝卡和拉尔斯的第一次约会让他们彻底忘记了时间，他们在一起聊了好几个小时。 丽贝卡是一名高级市场营销主管，而拉尔斯是一名记者。两人初次见面时，丽贝卡对拉尔斯的准时印象深刻，尽管有些紧张，但很快就放松了下来。他们聊了政治、旅行、美食、卡拉 OK 以及伦敦房东的噩梦等话题，甚至还设法解决了世界上的一些问题。最尴尬的时刻是丽贝卡不小心把黎巴嫩面包掉在地上，但她巧妙地掩饰了这一点。 拉尔斯认为丽贝卡既自信又聪明，特别是他独自旅行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尽管他们没有接吻，但他们在午夜时分一起散步到伦敦桥车站，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独立报》在法国南部的圣保罗德旺斯村庄的阳光普照的山顶上，有一个展示二十世纪伟大现代艺术家的作品的空间，这里是马格基金会，许多艺术家帮助创建了它。一九六四年开幕时。 爵士乐巨星艾拉·菲茨杰拉德献唱。今年夏天，基金会庆祝其六十周年，开设了两个新展览和一个令人惊叹的扩展部分，从原建筑下的岩石中开凿出来，玻璃正面俯瞰陡峭的松树林。基金会由已故的画廊主人和石板画家玛格丽特和艾梅·玛格创建。他们在失去小儿子伯纳德后，决定在家园的同一块地上建立基金会。艺术家们纷纷贡献力量。 米罗设计了花园中的雕塑迷宫，贾科梅蒂设计了长椅、灯具和咖啡馆的椅子，布拉克构思了一个鱼形马赛克和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玛格丽特和艾梅的孙女伊莎贝尔回忆说，这里曾是她的童年乐园，充满了与艺术家们的美好回忆。独立报在马盖特海滨漫步时，摄影师戴安娜·贾维斯决定展开一场无飞行的摩洛哥冒险之旅。 他计划从马盖特出发，途经马赛、阿尔勒、菲格雷斯、马拉加和塔里法，最终抵达马拉喀什。他将这次旅行变成了一次艺术寻宝之旅，沿途参观了梵高、达利和毕加索的相关展览。在阿尔勒，他参观了梵高基金会，尽管那里只有一幅梵高的画作，但他仍然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艺术氛围。 在菲格雷斯，他沉浸在达利剧院博物馆的超现实主义世界中，惊叹于达利的早期作品。在马拉加，他参观了毕加索博物馆，欣赏了毕加索丰富的艺术作品。最终，他乘船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抵达摩洛哥的丹吉尔，结束了这段充满艺术和冒险的旅程。The Independent 名人们也开始放弃约会了。音乐人 Moby 透露，他已经十年没有约会过，因为与女性见面会让他感到恐慌。Fleetwood Mac 的歌手 Stevie n i x 则表示，他不愿意再陷入爱情，因为担心对方可能会去世。演员 Diane t e t o n 自从五十岁收养两个孩子后，已经四十年没有与任何人有过浪漫关系。Sharon Stone 在离婚后宣称，他已经厌倦了约会，觉得人们不真诚。 Jane Fonda 也表示，她不再对恋爱感兴趣，更喜欢独自一人。w o o i y Goldberg 简洁地说，她不想有人住在她的家里。Linda Evangelista 也表示，她不再想与任何人睡觉。Julie Bowen 和 Julia Fox 则表示，忙碌的生活让他们没有时间去约会。Mindy Kaling 则享受独自一人的时光，不再对约会感兴趣。The Independent，在我十五岁时，我刚拿到第一部手机。 立即开始疯狂地收集联系人。二十年后，我依然痴迷于结交朋友，认为朋友越多，幸福感越强。然而，尽管我不断结交新朋友，但这种短暂的快乐很快被一种不属于任何群体的感觉所取代。心理学家 Robin Dunbar 的研究表明，一个人最理想的朋友数量是五个，超过这个数量，幸福感反而会下降。 专家们认为，社交媒体的虚假亲密感误导了我们，让我们相信拥有更多朋友就会更幸福。最终，我意识到，真正让我感到满足的朋友其实只有五个，他们比我通讯录里的其他人加起来更有价值。The Toronto Star，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代表将在党内大会上提名副州长候选人，这次他们将面临多重选择。 参议员 Mike Brown 已经选择了州众议员 Julie m c g u i r e 作为他的竞选搭档，但他正面临极右翼基督教牧师 Mike b a c t h 的挑战。Brown 在赢得初选后宣布了他的选择，而前总统特朗普在大会前夜意外支持了 m c g u i r e m c g u i r e 在立法和政策方面有着坚实的保守记录，而 b a c k w t s 则以其极右翼的性别、性取向和堕胎立场著称。 代表们有时会违背领导的选择。这次的提名竞争将决定谁会与 b r a 一起对抗民主党候选人 Jennifer McCormick 和自由党候选人 Donald Rainwater。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六 do brief 点 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Got a question in your mind? We'll find the answer, we'll be kind. Encyclopedia on everything. Life and learn with the zing zing zing. From ants to outer space, we've got the facts in one great. For kids and grown-ups too. outer space we've got the facts in one great place for kids and grown-ups too